是 unstable 的时候，接门啊，它就是开箱轮。对，要开箱是这个，这个。那是小花说卡片也在里面，用撕的，用撕的。那包装它撕破了。先有一张卡片 兔 小花，那这里是我真名，我就念给大家看就好了。 兔 小花，恭喜你得到大奖，以后也要多看我的影片哦。音符拜音符，有一个真正的签名，还有有一个签名，还有一个是真那个字，就正常的字。对，那它首先里面有上一个，这是杂志的 DM 偶像雪人的，对，超美。再来呢，有送三张卡片，首先它每张都有包卡，超贴心的。再来是这个，它是每月的 N 卡饰品，然后是300分，对，然后是这个超漂亮的，再来是这个，这个是他参加，应该是参加试镜大会，所以才会得到，他是 Love Mail Rush 的三颗星150分 PR 卡，那他没有特别内秀，他是蓝色的，嗯，是的。再来是这张，这张是R 卡，可是他有星座，一颗星350分 Angel Sugar 的，然后他是有特别内秀，超可爱的。那时候我没得到，这样，那时候我原本要跟人家换这一张，结果想说算了，我还是先得别的好了，结果幸好没有换，不然我又有重复这一张，对。所以他送的就是这样，蛮好的。然后呢，记得看完我的影片后，记得按赞和订阅哦，谢谢。那50人就会办抽奖活动，快点吧，快点，快点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